晚安。这里是哪里？这里是，这里是竹妈的上班的地方。今天呢，身为一个小助理，在帮竹妈忙。对，那头贴好看吗？好看。今天我有话要跟大家说，我有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要跟大家说。这是什么严肃的事情呢？其实也没有很严肃啊，就是想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你肯定是好看，好看。对，在竹妈的公司，就是想要跟大家讲，就是对我这几天呢反省了一下我自己。对，就是很素颜嘛，不是啦。就是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你最近要跟我们 说的事情也太多了吧。就是呢，我想跟大家讲，就是我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对，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天我直播的时候呢，就是很常会忽然之间就没有看大家，然后没有回复大家的讯息这样子，然后有一些讯息就没有读到。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情况呢？我必须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因为这几天其实真的是体力上面是稍微有一点点，真的是不受不了这样子。对对对，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如果我最近会忽然之间放空的话呢，就是我就是身体最近有一点不是那么的好这样子。对对对，突然很有自觉，就是我自己就是反省了一天这样，从昨天反省到今天，就决定跟大家讲一下。然后真的很抱歉，这样子，希望大家可以原谅我，可以多多见谅，这样子。对，就是不是故意说不回答大家的问题，这样子。对，但是我现在不能补哎，我不能补哎，德全，你不理我就是。对，我的那个晚安，亲爱的，晚安的爱亲。哦，珠宝已经不是两天的事情了，没有，就最近这一段时间就是。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样子。小阿姨来了吗？小阿姨？没有小阿姨，我就大姨妈。大姨妈走了，大姨妈走了。对对对，就是反正就是身体状况是有点不太好，就是体能上面啦，就是有点不太好，所以就一样啦。不一样。小阿姨是谁？当初我也是因为一直被跳过留言，我才留下来。不可能吧？不可能吧，德全，不可能吧，吼吼，你们两个，我心情荡到谷底，荡到零下几度 C， 真假的，怎么那么难过？对，就来跟大家讲一声，就是 very very sorry， 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就是可能身体状况没有那么好，然后就是很长，就是脑袋忽然间放空这样子，就其实那是我真的是无法，就是可能我看荧幕也没干嘛，但是我脑袋就是已经呈现一个完全无法动的那种状态，这样子。还是要跟大家道歉一下，这样子对。然后这段时间呢，我就有在想说要怎么改善这件事情，这样子。下，我当初是因为一直被跳过留言才离开的，真假的？那多休息吧。对啊，我现在就是变成要多休息这样。对，然后就是吃营养一点，不要哭哭脸啊，知道原因就好。你哭哭脸就不是猪猪。也没有到哭哭脸了，但是请关游戏，请关电脑。我跟你讲，我现在已经只剩下咖啡厅这一个游戏了。那咖啡厅这游戏为什么会一直支撑着我到现在？是因为咖啡厅游戏当初是我在住院的时候，然后它是一个你知道吗？心灵的寄托，就是我当初身体就是超级不舒服的时候，我每天就是玩那个咖啡厅来解我的那个空档的时间。谢谢代巴的一封信，罚你下礼拜不可以播。不行，不可能吧？我现在就是在努力的恢复自己的体能，但是你知道吗？我现在体能又有点无法恢复，就是因为我现在不是有伤口嘛，就是平时没有办法练习。你知道我，你知道平常就是你知道一直要你练习的时候，你就觉得好累，很想偷懒，不想练。哇，这段时间不准我动，我超想跳，我听到音乐就想。很想动，谢谢嘎嘎的守护许愿，守护许愿瓶，是吧？谢谢嘎嘎的许愿瓶，谢谢嘎嘎的许愿瓶，谢谢嘎嘎的许愿瓶，谢谢嘎嘎的许愿瓶。那放空错过留言，偶尔念留言，八成念错，你自己选，八成念错好了。
在什么，在旁边动手跟脚就好了，不要动脖子。反正你播也会跳过留言啦，没有那个跳过留言，有的时候是真的是不可逆的，就是不是不可逆，就不可控的因素，因为他有时候会刷太快，会一点跟不上。看完到还想到出狂奔，还想到出狂奔哦，是什么意思？到处狂奔是不是？是 ，Hello， 翔宝宝，晚安。是谁在怪你？给我出来！没有人怪我，我自己就是发现这样。祝我最后一抽啦！最后一抽抽什么？你今天在哪里播啊？我今天在一个白色的城堡播。你不是这礼拜还跟面面出去玩？我们本来要出去玩，结果因为我就是上个礼拜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工作遇到有人确诊啦，很恐怖，然后我就有点怕，然后我就想说，我跟他们就先取消，我说我先不跟大家见面，我自己在家里就居隔三天这样子。Hello， 吼吼，谢谢你的嗨。我只有叫主主 cos 庸子，我什么都没说。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庸子到底是什么、欸，就我后来也没去查。啊，不可能这么过分吧？真的是太坏了哦。好，我来查一下庸子是什么。庸子，庸子，哪一个庸啊？哦，佣兵的庸，庸子，庸子是什么啊？图片。哎，庸子好可爱哦！不用说抱歉啦，因为你又不是。好哟，抱歉，我不是，而且主要是我跟易云两个人在那边这样，抱歉，我不是饶舌歌手，哪里错了？抱歉，我不是饶舌歌手，我想说到底哪里错？你越来越不乖了，这是我对你最好，对你让你素颜不需要特别装扮，什么意思？哪里可爱？这么性感？他很可爱耶，他好 Q 哦，他明明就很可爱，我也想扮呐、啊，但我不能扮呐、啊，我扮了我就被 ban 掉了，好不好？未来，未来，好不好？未来也许有机会。Hello， 凡兰。Hello， 天际。哦，我今天右边肩膀真的超痛。我今天去拆线，然后拆完线以后，我今天右边肩膀真的超痛，而且是痛到一个爆炸的那种痛，好痛哦！祖祖应该没有打第四剂疫苗吧？没有，真没有，不打。谁可爱啊？庸子，庸子好可爱。抱歉，你越来越不乖啦。当然啦、啊、，of course， 人是会长大的，所以你万圣节要化特殊妆直播吗？我还没想好到底要扮什么哎、欸，讨厌！你不是问万圣节装扮吗？就是让你素颜就可以、哦。我怕我吓到我自己，医生没有开药，没有，好痛，呜呼，好痛哦，超痛的、欸、哦，好痛，真的好痛，怕你一打第四剂，我们就一个月不见了。好，不打不打。我现在自己会怕。他们说什么次世代不是说很厉害吗？你们知道吗？次世代就是说什么什么好像就副作用很没有这样子。又迟到对不对？嗯，我大概十分的时候播的吧，应该是。应该不用第四针了吧？我应该是不会打的啦，对啊。你痛我也痛，嗯，屁啦！明天去打次世代莫德纳。啊！但他们说第四季新咖啡厅新主题曲超爱，但是那个我跟你讲，你知道那个你那个好朋友的那个啊，不是一定要那个，是那个额外的，就是他不是火车那个是，那是万圣节的，那是 for 万圣节的群体免疫比较方便。我是真的不想要，什么都想做，拜托拜托拜托求求，我希望我可以不要做。你打疫苗跟搏命没两样，你还是先照顾好身体。对啊，我现在真的很害怕。但是我有听说很多说前面三剂完全没有感觉，然后第四剂直接爆掉、哦，就是你知道吗？等于是前面鸡，然后哦没事，然后鸡，然后没事，然后鸡，然后没事，然后第四剂然后就嘣爆炸。所以大家就是小心一点，好吧？多注意一下自己，一点点不舒服就给我去给我挂急诊，听到没有？就不准工作，给我去挂急诊。张六百中分好好看，谢谢宝贝。谢谢海风。今天直播角度是靠窗边吗？因为我今天在一个海边的房子，没有啦，开玩笑，没有，对，窗边，很吵是不是？如果很吵，
也没办法，因为我关窗。看到你会反省自己这么乖，手收请准备一下哦。请把迟到的部分也反省一下哦。这可能就先等等。啊？为什么没有啊？26有。14为什么？17哦哦，右边肩膀好痛。谢谢厚厚红包，谢谢厚包。我现在你吓我不打，你吓我不打是什么意思？你吓到我了，不打了是不是？看你们啦，都可以啊。我上次去，因为我不是就是最近都不能自己洗头嘛，就不能碰水，那我就去请我认识的阿姨帮我洗的，会痛哦，那我不发红包了，来不及了，我已经抽到了。闭嘴，我才26、21耶，我是多少？25、10几。哇！开灯了，好久没有开灯了，我很开心。I'm the princess of Disney. 什么东西？666，好开心哦！谢谢周颖的守护灵，我要哭爆喽！好久没有那个喽。哎，这个666我要新增贴图，太可爱了。那个帮你洗的阿姨没有臭死，我一直道歉，我就说阿姨对不起，我最近真的没办法洗头，真的抱歉啊。阿姨就说没事，帮你洗的。666，谢谢好好。不是有干洗头吗？我其实不是很喜欢用干洗头，干洗头就是它会堵塞你的那个毛孔，然后它就会更油，然后堵塞你的毛孔，然后更油。谁开灯？好好开灯，我也要抢，看看我有没有抢不到了啦，讨厌，红包抢完了啦，恭喜万神手气完，太悲伤了，真是太悲伤。So sad. Hello. 拍手，给你拍手，给你鼓鼓掌，送你一个大拇指。有没有看预告？应该都知道，你要锁粉丝团才抢得到。好，那我就来锁粉丝团。这一包。啊，可是这样，等一下，大家粉丝团现在几个人？才9个人哦。那好，算了，我觉得你今天很美，没关系，我姐还是不锁好了。这个时候呢，我就要很过分，我要来放 rumor。大家好，欢迎来到主播间传红包，请一定要为我们的 rumor 增添一点点阅率，谢谢大家。我直接放到副歌的地方。嘿嘿嘿。你那个是红包，那个是肉包，剩下35秒，对，我们直接副歌。谢谢嘎嘎的文手礼。谢谢大家来主播间抢红包，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 YouTube 上面搜寻 Rumor， 邀请大家帮我们多多就是增加一点点阅率的部分，希望是大家会喜欢好吗？如果大家有喜欢我的话，也可以点点追踪，也可以到 IG 去搜寻，我有很多很多好看的照片，希望大家会喜欢呢，谢谢大家。缘分，谢谢 Only 的缘分，不可能有我的脚的部分吧。我要来去夜市吃肉肉了，好想逛夜市，我好久没逛夜市，我之前有一次有跟阿丽他们去逛一下夜市，然后好久以前，
谢谢小宝贝追踪，谢谢疼爱的，谢谢大家的小回馈啊，谢谢大家小小回馈，感恩，谢谢大家。想背物理题吗？我就问这张你发出来是什么意思？嗯，就是我的脚，就是我的脚。还有 FB 官方主主粉丝专页，虽然草有点长。哦，我上次想要发，他不给我发，哎，真的不是我的问题吧 ？Hello， 天晴，好，就这样。刚刚都抢不到是不是？对，你不要发了，停 ，Stop， Wait a minute， 别发，脚很美啊，一度想要当电脑桌布，你看吧，我就说吧，是不是？腿控吼吼，明显就是很喜欢的意思。我也觉得他应该是很爱，然后在那边傲娇，这边说这是什么意思？这样子，你不要抢了 ，Stop， Wait a minute， 我最后桌布是用你跟布布的合照。对啊，我跟布布合照那张我也好喜欢，我自己超爱的，一直超想要。吼吼，不可能，你都发了，我怎么可能忍得住不抽呢？我有22，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请大家帮我多多分享我的那篇贴文好吗？那个万圣节那篇贴文，谢谢大家。希望他的那个可以，希望他的那个可以，你知道吗？就是不断的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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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那你先离开一下，我发完再回来。可是图片比例不对，我最后还是要调过，哎，没关系，你调无所谓，我觉得都可，大家有大家喜欢的那个不一样的那种风格 ，it's OK 的。你 IG 照片都不能直接套在 Win 8，欸，为什么画质太低是不是？我的画质太低吗？我的画质应该很高啊。哦天，我眼睛今天怎么那么肿？我是不知道那个杂那个鸡脚是什么意思啊。我想说杂脚是什么，我都不管比例，只要有你就可以了。有，我看人气，你为什么要哭？哦，有。Hello Lingo，Hello 秉坤。如果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好了，就是如果我跟大家聊天聊，大家忽然之间觉得就是你知道吗？我开始登出的时候呢，请大家原谅我一下，那可能是就是我的脑袋已经不能受我的控制，当登出了，对，就是请大家原谅一下我。但是我最近就是比例的问题，这次拍这次的太短了，用置中全荧幕并拍都不对。嗯，好，引擎熄火了，对。脑袋就是不太正常啊，哦！我的肩膀真的好痛，我一直很想忽视我的肩膀疼痛，但是真的太痛了。然后我要跟大家道歉一件事情，我又忘记储值了，因为刚刚Coco在发红包，他们想，别人只储，你忘记储值了，你没有办法发红包。而且我跟你讲，我在刚刚5-6点的时候，我还说跟竹妈那边聊天，说啊，我忘记储值了，等一下你要提醒我储值。不然你11月没有休息是没有时间休息了，什么意思？羡慕阿力不用练习吗？我不会羡慕阿力不用练习，但是我很想阿力，因为阿力最近真的是蛮，你知道吗？就是对事业的巅峰啊，他要即将迈入他的巅峰，这样也不是啊，就是也不是巅峰，他还会更好。所以呢，就是他最近就是有点。事业有点繁忙，事务有点繁忙这样子，没事啊，你差多少才能发？我还好，我不认识他。哦哟，对了，公演票买好了，2场出席哈。对，目前是这样子的，目前我知道是这样子的。好，对对对，大家哈，嗯，很多时候啦哈，我也是不能说哈，但就是这样。哎，我可以发一包了。我可以发一包了，我可以补给大家一包了。大家，我跟你们说，我现在可以，阿力要比我有名了。我希望他可以永远都红红火火，然后大家都很喜欢他。希望骂他的人越来越少，不要有人骂他。对，就是希望他永远都不要收到负评。败了多少？什么东西败了多少？你知道的也没有我们多啊。好失礼哦，但是好像是事实。以后阿力照顾我嘛，我们互相照顾。不要发红包抢不到啊！我不管啊！人家说不要的时候，我特别想发。哎呀，啊！我差点发3000，我没有钱哦，500。对了，我的公演票买好，对了，你的公演票买好了，等着祖祖公演什么？等祖祖公演表演喽！啊，我也抢不到100分。阿力什么？阿力，我的你别想。
不行，我点掉了。大耳姐吓你，谢谢 Rock 的文手礼，谢谢竹包 GG 了，保暖员300年没见呢，花心大萝卜啊，我们来看一下，紫竹也是三场公演，没有，这是两场，你手手真的准备一下，好，我浮出来了，恭喜你，终于浮到水面上了，最近好辛苦吗？不可能欸，哎，可是我好少，我才54。好 sad 哦，我是中间。罗喉，你还说你抢不到，你这个大骗子，你给我手气王。谢谢大包，我就是被嫁出去啦，谁？我们这保暖员谈恋爱了是不是？哦，太好了太好了。保暖员怎么样？有没有对你女朋友很好？有没有要带保暖员？有没有要带你的女朋友一起来入坑 AKB48 挺 TP？哇，大的呢 ，Uncle， 对啊，谢谢厚厚的大包，谢谢缘分相依的缘分。你已经被嫁，你被嫁去哪了？我就说他去谈恋爱了没？刚刚才讲到。我对我女朋友很好，刚发红包给她100分呢。你怎么知道是女朋友？保暖员就是最近交了男朋友，所以卓卓是哪两场公演、啊？戴斯跟沙库拉，保奶员的便利店之恋。为什么是便利店之恋啊？什么是便利店之恋？你各位怪怪的，他就交了男朋友以后就忙了，所以你出席哪两场我直接跳过。那你不要来了，三场都会出席。没有开玩笑，谢谢雨南的相遇。没有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收到。为什么要听你的、啊？什么东西？为什么要听我的？好痛，好痛。原奶宝给你良心建议，千万不要带限制器来看公演，要不然你会身处地狱。什么是限制器啊？加速嘴巴闭闭。树宝说啥？便利店之恋到底是什么意思？放心，不会，你小心啦，不要太大。你说不要动太大，是不是？你只参加一场，我就只参加一场，不行吗？可以啊，可以啊。Hello， 嘎波 ，Hello， 世伟。什么是便利店之恋？那可期待不同的原子组吗？跟之前的公演比，我也不知道哎、欸，因为我现在还没有任何对公演的想法。我现在先把我的身体养好。对对对。就我家那位啊，对啦对啦，我不知道。Hello Hello 世伟，限制器是在说女朋友啊？哦哦，为什么不要带女朋友来看公演？女朋友可以安静啊，就那个保暖员要含两份。我觉得你的眼镜很像韩妹哦，很像韩妹是不是？我的眼镜就是。跟竹妈的母女眼镜，我的颜色是蓝色，看到吗？就是后面这个地方是蓝色，然后竹妈是粉红色。对，我觉得你带女朋友来看公演，女朋友的反应会是啥？我以为她会爱上我，跟她讲说你仔细看原子组，你应该会很爱。我怕我被做掉。你想要男生死在剧场上吗？会吗？哪里蓝？这里啊，你看。看得到吗？好像看不到啊，反正就是他是，然后你再给保暖员两份饭撒，对，这样，然后女朋友就这样，在女朋友旁边含恋口上，用想的都会发抖，不会吧？会吗？我觉得蛮可爱的啊，对啊，我觉得蛮可爱的啊。那是会死在现场，你被做掉不是很正常吗？我说不会吧，这应该不会背吧，这个应该还好吧，我觉得这还好啊，大家会吗 ？Hello， 北极熊，的眼睛很好看哦，谢谢。我怕你怕被做掉是不是？你确定女朋友知道练口上的意思吗？会的，我女朋友在台上表演中，谁？Hello， 乌鱼，光想象就懂。对不起，我有一个很好奇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家宝贝阿丽最近好忙好忙，她最近有直播吗？
我最近是不是很少看他直播？他是不是最近很忙？怕爆欸，我女朋友通常在台上跌倒。谁？讲清楚。没有，没有直播了。最近太忙了，最近真的太忙了。对啊，我想约他去万圣节 party 都没办法。没有，今天在跑宣传，他真的好辛苦哦。宝莉加油，希望他可以红红火火，希望这一部戏让他冲上去。会跌倒的不是只有你吗？没有啊，你等他跑完宣传吧。对，等他跑完宣传。嗨嗨，我的祖祖，还有塔瓦哥，加油！我不是，我是甘蔗，我才不是加油。我不要油，我要甘蔗，要甜而渣。Hello， 卡拉，今天是不是头臭臭？对啊，因为我还没约到洗头头，要等阿姨有空。你才是雷暴男员，那你可以约我呀，那你就会被出镜呀。提完只剩渣，提完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是提完？我的耳朵好痒。最后只剩渣了，对啊，那约果果啊，果果应该很闲。没有，我就是想要约果宝跟那个啊面宝啊，要帮庆生啊。哦，结果嘞，结果我就是啊，对，我等一下跟他们再约一次，出镜不亏。出镜不亏，吃一次饭出镜不亏啊，哦，对，因为出镜就三个月，然后大家就一起约出去玩这样。哇，计划投给你们。Hello， 巧克力草。我 OK 啊，你是想一次把两个后宫都约出来玩哦？你很烦，我的好朋友现在不能出镜，我出镜多久也 OK。为什么现在不能出镜？主主粉丝直接少一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哪里啊？我刚忽然间脑袋又登出了三秒，因为都出镜啦，啊，快握手了，四月再约。哎，这样不行。如果握手会玩，如果又有你知道吗？下一次的单曲机会怎么办？我不确定啊，我不确定，我不知道哦，我不知道哦，不是我没有，我的意思说如果有的话，你这皮在痒吗？不要被果果跟阿丽联合修理哦。为什么？为什么会被联合修理？最近有推出哈利波特秋冬服装，祖祖会买来送给面面当生日。没有，因为他的生日礼物我已经选好了，所以我就应该是不会再买。单曲那么快啦？什么是出镜？就是你会被 ban 掉，你就是不可以出席我所有的活动，不可以来看我直播，不可以来握手会，不可以来看我们公演，就会直接立刻离开，就是不能，就是没办法来看我们所有的表演，然后我就不能跟你讲话这样。我每天都会被 ban 欸，只能等祖祖约了，何时活动你比较快知道？对啊，直播还是可以啦，可是我觉得活动你们可能会比我清楚，就如果我约的时间是不行的，大家跟我说。哎，没有，讲的好像真的要约一样，没有要约啊，没有没有，对，就被封麦了。直播应该是防不胜防吧，可能我也会被 ban 哦。跟你约一次，只隔三个月，好像可以。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等到可以，就是再说这样。小心，可怜的阿叔一直被出镜，有没有出镜经验者啊？出来说明一下。来，我们一年约会四次。哎，哎，可是我怕他会累加，比如说三个月，然后下次就六个月，然后下次就九个月，然后对，然后九个月之后呢，就是一年，然后一年之后呢，就直接到合约结束的。哎，瑞芬，你出镜啊，比牛郎织女还多。对啊，比牛郎织女还多哎，一季一次，真的，就春天看一次，夏天再看一次，秋天看一次，然后冬天再看一次，不同造型这样，不要认真考虑这种事情。原来宝贝出镜的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我也不知道，因为她刚跟她男朋友约会完，然后她现在就没事，直接每天约一起出镜，是这样子的吗？那每天都约会，我们就多加几天。每天都约会，然后就多加几天是什么意思？你是说，祖祖，我可以问你一个正经的问题吗？请说。没有男朋友，有男朋友，宝奶员有男朋友了。你下次带你男朋友，也许你男朋友也会喜欢我们。Hello， 小溪 ，Hello， 秀一宝宝。
哈，我很期待，我很期待女生粉丝哎，你保暖员，你带女朋友来啦，看她会不会喜欢我。我相信你没有男朋友啊，但是女朋友有几个我就不知道了，原来是男朋友的部分。那你有男朋友吗？咦，怎么可能呢？那我去变一变做女生好了，你就变女粉对不对？我觉得可以啊，不要了，开玩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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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好就你，我们觉得我们尊重就出生的性别好不好？对，就是我们出生性别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除非你真的很想成为女生。对，因为我有听说就是做后天的这种手术的东西呢，其实会对生命会有，你知道吗？多少会有一点影响，对。但是如果你当然，如果你们因为这样子很快乐的话，也是可以啦。不带的话就变女放好了。好啊，星期四哦，我只有星期四能看主诶，真的吗？阿鹏鹏，开心吗？我也开心可以跟大家聊天。咦？哦，不行了，对不起。微灯出两秒的闹。对，开心，好爱星期四，因为要吃什么东西？因为要吃荷尔蒙维持啊。对，为什么这么认真回应我？我好不习惯哦。怎么了？如果他愿意被吵、被臭晕的话啦，按照惯例要先遮鼻孔。没错，我认真回答你，你做变女生这件事情吗？昨天是啊，昨天是什么？哦哟，我想要去约的那个，我跟大家讲好了，我跟大家讲说我想要去的那个餐厅好了，竹马想去的那个餐厅，跟大家讲，因为我就是约，然后约不到这样，只是没有想到今天只差到十分钟哎，所以比较晚来，没关系，谢谢德全，虽然冲浪失败，就是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那家餐厅就是金丁山本屋。是这样吗？是这样念吗？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想，很想，对啊，我不太习惯，我以为你会回应变，干嘛要变主题？没有啦，没有。但是是真的啦，就是因为说真的，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如果你能让你开心的事情，我觉得其实没有不可以。但是我必须要告诫的是，就是这件事情对生命是会有影响的。那如果大家觉得考量了以后，自己想要做下这个决定的话，我觉得。尊重，尊重，尊重。我不要，我不太想交男朋友。你不想交男朋友是不是？不是这个金丁山本屋，是京都的金，然后丁是对的，然后山本屋这样子。剪掉，葵花宝典。最后一种来公什么东西？什么今天公司活动参加路跑很有活力？你说你吗？你说你要剪掉吗？报奈元。Hello 大南汽车 ，Hello 建谷，对金丁山本，我好想去啊！结果到11月底都约满了，烦呢、欸。竹马想吃的一定很好吃，吃抹茶的吗？有点像日式之类的，然后好像还可以穿和服什么什么的。竹开车，竹开什么车？如果身边的亲友他很久没有联络，突然间他去世了，竹会去送他一程吗？当然啦、啊。既然知道了啊，如果有空的话啦，然后就是你今年没有犯太岁可以去的话，晚安，我新入坑，你好，应该是也许幻影战士吧，应该是哦。Hello 树啾 ，Hello 小布，大家晚安。对，好开心哦。不是，我是日本人，那就是幻影战士了。谢谢好好的带我环游世界 ，Honey， 我也好想去好莱坞。钱砸下去就不用排队了，没有，他全预约制。你真的你自己看，你们自己去查，真的。想看竹跟国在力宝赛车场比甩尾，请问力宝赛车场是什么？竹也知道葵花宝典，这个不是很有名吗？就是割掉，然后练那个，然后他说最后不一定会成什么，最后是不是说不一定会成？跟星野俱乐部一样哦，星野俱乐部又是什么？力宝乐园旁边的赛车场哦，叫宝利哦，还是力宝利是不是？宝利赛车场饭店，它是一个饭店。那追加一个问题，如果对方家没有要让你知道，你从别的地方知道，看你跟这个人的交情吧。比如说他就是曾经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可能就会吧，星野是饭店级，我就看你自己耶，对啊，
你想不想去？如果你想去，你就去啊。如果你不想去，你就在心里就是送上祝福这样子。祖祖唱歌好听啊，好莱坞有去过，也没有想象中很大。我跟你们讲，上次我去基隆的时候，那个面宝贝就有带我去一个很类似像可以那个可以像好莱坞的那个立牌的地方，就是跟在基隆，然后超想去拍的，我们一直找不到，就是可以就是拍到很像好莱坞角度的那个地方，我想啊，算了，走太远去。那为什么抗拒？那为什么那么抗拒林宝唱歌吗？林宝有抗拒唱歌吗？林宝唱歌很可爱啊，要多唱多唱多练习，就越唱越好听。基隆立牌，对，吓死，基隆像好莱坞，不是啊，那个立牌啦，那个立牌的地方。回回很抗拒听玲玲唱歌，那我要帮玲玲说个话，就是你要让她多唱，唱歌才会变好听。她慢慢多听几次之后，多唱几次就发现说，哎，唱歌越来越好了。这样，你说那个字的那个地方哦，对啊，好想去哦。念宝贝没有带你到海边哦，没有，但你多唱了，为什么还是这么的好听呢？因为原子组就充满了自信啊。下次带我去帮你们拍啦。方导演真的想出境，对不对？我小时候在美国拍过，哎，啊，我想去美国，你们不要这样子，我没有去过美国，你就只剩下自信了，还有美貌啊，跟唱歌。但祖祖唱这么多次好音来，我都没有觉得好听过，哎，那你一定是很久没有挖耳屎了，对不对？但是像祖祖唱再多次，我还是想要叫你闭嘴耶，那你应该也是没挖耳屎。这就是自信，这就是一个 attitude。这好像不止活动出境了，直接人生出境了嘛？为什么人生出境了？面面带你走忘忧谷嘛？忘忧谷在哪？没有，我们没有去忘忧谷。美国听说要会开车比较方便，他们公路比较发达。我会开车啊，我可以开小白车哦。你看他宁愿听你唱歌，就知道他有多抗拒玲玲了。哎，不要这样讲啦，不要这样说，玲玲那么可爱。他唱歌很 Q 哎、欸，没到海边怎么推哎、欸？福福猫，祖祖哪来的迷之自信啊？你们给的、啊？你在外面开车很危险呢，真的吗？还好吧？怎么办？我现在好想出国玩，可恶！可是我现在不能出国玩，因为我现在有伤口，对我大概三个月内都不能出去，我要等到伤口好，不然很危险呢。果然还是台湾，你知道吗？就是我比较放心，因为我有健保。不然的话，出去看医生好贵，不行啦，不行，三个月内不能出去。他唱歌很 Q， 主，你刚才眼神在闪哦、喔，我没有啊，没有在闪，我没有在闪。玲玲唱歌真的很 Q， 真的很 Q 啊。这是主还是主要考个右驾的、啊？去哪里能开车？有在闪，有在闪。把医生也带出国啊？这个对哦，这个财力的部分不可能吧？这个要赚多少钱？想想看哦，我要养一个医生，比如说我们现在外面一个医生 maybe 就是月收入，比如说 maybe 好一点的20万好了，是吗？差不多吧，20万乘以12个月就是24万，240万呢，就是我每个月要付他240万，不是每一年要付他240万，所以我必须要赚到多少钱？我必须要有余运，是说我有二十万的钱，所以说我可能 maybe 要，你是想要去开什么小卡车吧？为什么要去开小卡车？先设小目标，赚他一个亿，每个月20万你给我好了。可惜小白出坑了，要不然什么？从今天起我要当医生，去念，给我去考台大医学系，考。现在好像听说医疗人员蛮缺乏的，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就是帮医生招一下那个新一期的人这样。年轻人加油！一个月20万兽医吗？长颈鹿也没赚，没有。医生没有赚20万吗？是我想太多了吗？医生没有到20万吗？医生很值得20万的、欸，医生很辛苦哎、欸。可惜我年纪过了，大学没得考了。对，我年纪也过了，我脑力也过了，那个全盛时期已经没了。
美国很流行开小卡车，拖着一个露营车。我跟你讲，我真的好喜欢，我觉得好可爱。那个小卡车，就是那个后面那个露营车。谢谢博城的小辣椒。要考台大一，应该要从国中重读打基础了吧？可能真的要。医生大概十多啦，二十是要很有名的哦。哈，发财不是发财。发财不会怎样，发财不会什么东西，发财不会为了你，发财不会为了你当医生是什么意思？每日一问，你现在没有办法每日一问，因为我现在不能洗头，所以我一定是只有几天才洗一次。我是主厨的心灵医生，我一个月都花20万，二十什么？这是万吗？缺的是某些料，有一些已经饱和了啊，某些科某些什么料，缺的是某些科，有些已经饱和了。现在缺什么科啊？心脏科，台大医要等我下辈子。香港医生有很多星球人，星球人是什么意思？安安，我也想过当医生，在蒙古的时候，好恐怖啊、哦！啥料？我才不会为了啊，我才不会为了你当医生，发财不会当医生。但是我觉得当医生，我真的很 respect 医生嘞、欸，真的是每一次有料吼有料，真的有料。我每一次就是去医院一次，我就是佩服一次医生，我觉得他们真的好辛苦，好辛苦，他们，哎、欸，真的很累耶。对啊，他要集中，比如说他就是我这次这个开了一个小时嘛，他就是专心的，很手要很稳，然后一个小时超恐怖的，就是资源不平均。现在缺什么科啊？我每次进来看到你，我都觉得当医生好辛苦，为什么？不说医生了，先不说医生了，但祖祖一定误我一生，有吗？之前有一个 TP 粉真的是医生，哇，真假的，给他一个 respect。医生要轮班很累耶，对啊，超累的耶，而且吹冷气要吹很冷的冷气，真的，哎，我跟你讲，那个真的超冷的，你知道我那时候开完，我整个是冻僵哎，因为如果我是医生，我就不想人心人数。好吗？拜托，你应该不是雇佣医生吧？是以后嫁给医生吧？我跟你讲，我之前有听过这件事情，就是他们说嫁给医生很辛苦，因为医生，因为好像说医生不能救自己的家人，对不对？是不是？很多人是医生吧？一星期赚100万，一球等于100，一个星期赚100万，他有没有兴趣教一下我这个朋友？就 maybe we can be friend， 然后就是你知道他教一下我怎么致富的关键的。我是医生的话，家属旁边签放弃急救，超过分，关心则乱哦。以前 TP 有个粉丝真的是医生，就我刚刚跟你说的小白啊，哦，好酷哦。HoHo 是说会跟你一起殉情，可以不要，好好活着好不好大家？但有听过医生赚钱，但是都没时间花，所以都是老婆在帮忙花。对，可能吧，就是医生真的蛮辛苦的，对啊，我也不知道哎，不过他很累就是了，对啊，好辛苦哦，好辛苦的医生。你现在可以访问这里的医生啊，来，请问你现场有医生吗？这里面就有医生啊，真的吗？谁？医生 test test one two one two。是谁？是谁？现在谁是医生？是想要怎么花钱也是辛苦的，对啊。小白因为小雨想要回坑，真的假的？哇，你是很厉耶！什么果的？真的假的？林果也是医生？林果，请问你是什么医生？他说要有人资助，什么东西？树宝宝，树宝宝说什么？哎，我刚刚怎么看到？哦。你说啊，你说小白吗？当年就是小白的票，所以当年草组获得了企鹅 MV。哇哦，原来啊，怎么可以考虑卖冰哎？为什么要考虑卖冰？你知道我们之前家里有卖过冰吗？我的父亲大人曾经卖过冰饮料什么。有啊，我是你的心理医生哦。粉丝讲的话全部都不可信。好的，100分。
Hello Nico 是这样子吗？因为竹竹爱吃冰哦，真的超爱吃冰。不要小看粉丝，这里有医生、厨师、外送员，什么都有。其实我真的觉得每一行真的有每一行的辛苦，我专治各种不服，好恐怖，如何救治？Hello， 兜兜懒懒，什么叫消看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消看？我不服。对了，竹一早起床突然想到要反省的吗？不是，我就是昨天直播完，然后觉得这样不行。竹竹卖冰，客人拿到都融化了，看到你就火大，是这样子吗？这里面有医生、老师、护理师、工程师、外送员跟法务，法务还有法务哦，哇，谁是法务啊？这么厉害！这里有没有机师啊？机师是指开飞机的吗？他不卖冰，我们看了也火大吧？拿冰浇熄你们，拿冰砸你！阿基师也可以啦，阿基师也可以。Hello Eric 周周 ，Hello S。阿基师，机师什么？我是专业耍废师，可以可以可以。机师我知道，诗雅的朋友是，哦，真的，哦，我记得有病毒检验师，哎，真的假的？好酷哦！吃我客诉啦，很坏。我记得有机师，但每次开的握手会，他都正好在天上飞，好可怜。是谁？好辛苦哦！加油加油！有特级厨师啦，真的还是。真的啊，而且还是一个女技师，好酷哦！第一卖冰，第二煮，第一卖冰，第二煮什么意思？粉丝有船员哦，哇，还有跑船的好强哦！我以前外公以前年轻的时候也是跑船的。我是专业驯兽师，专治长颈鹿。驯兽师哦，粉丝还有是船长的耶。无论什么职业，重点是我们都是帅哥哦。可以啊，可以啊，没有问题。还有一个很正的女技师。哦，好酷，我好想认识他。对我有兴趣吗？想要成为我的粉丝吗？卖冰很危险的，经常被翻桌。为什么？船长好像转行了耶。真的，哦，都是船长啦。哦，是谁住在深海的大风里里？上次竹竹列不是有很多船长吗？王星吗？竹竹现在看到船长应该崩溃吧？就哎，船长，船长转职了，因为冰桌是什么意思？病桌是吗？冰桌是什么意思？我有去做长荣，你有去做长荣，应该会遇到。我想做做看长荣商务舱，可是做长荣商务舱是不是去美国做长荣商务舱是不是要10万之类的，还是要20万？我是游泳选手。那我跟你讲，包奶员一定是潜水员，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超会潜水，他今天才浮出水面。船长是施雅粉，好像是疫情关系的话转职了啊，好辛苦哦！大家疫情期间真的是大家都要加油哎，疫情期间真的是遇到很多人的困难。我打算去考啊，潜水员是不是？妈咪。为什么？他们要吃？为什么要甜点？没有，你要吃，我们要工作。为什么有？吃什么？不知道哎，雅玲那个雅玲来了。嗯，我想吃。等一下再问雅玲。啊，潜水要学很久哎，我有哎，我有 Paddy 初级。大妈咪，大家跟你说，迷你猪晚安。对不起，最近都很忙，大家晚安。晚安，是王星啊，双子的朋友是机师，也有他哦，好酷哦，活该，竹马晚安。妈咪，我真的饿饿哎，饿了，谁叫你刚刚叫你吃，你不吃，你把我水梨吃掉了，你只有水梨也不会饱啊。那你要叫什么迷你猪？你觉得我要吃什么？稀饭。不要再稀饭了。竹妈已经叫我吃稀饭吃一个礼拜，我真的不要再吃稀饭了，不要！我只答应他吃两餐，就是开完刀的那两餐。那你要吃什么？这样吃泡面。吃又吃泡面，不行。咸酥鸡。咸酥鸡炸豆豆不行。
还有什么？麦当劳。麦当劳在乐高不行。那还有什么可以？稀饭。不要，妈咪不要。那有什么？泡面。没有泡面。不行。串串。串串也是炸豆豆的、啊，除了炸豆豆以外，你还有什么？炸豆豆啊。那些东西吃的容易发炎哦。竹猫威武哎、欸，稀饭有竹竹什么都不行，稀饭很棒啊。竹竹听说 AKB48 的成员家境都不错，是真的吗？嗯，你说的家境不错是怎么样？我觉得大家生活都蛮 OK 的，就是吃饱穿暖，对，对啊。竹竹会说他很穷。竹竹家里有护城河哎、欸，像我呢，就是住在城堡，不要开玩笑的，开玩笑。对啊，我觉得吃饱穿暖都算还不错吧。嗯，对啊，你也不能说家境好是怎么样叫家境好，就是我觉得现在能够好好活着，其实真的就已经还不错了。对啊，疫情期间大家就是好好活着嘛。稀饭跟吊饭选一个吧。嗯。好烦哦！竹妈想拿大胶带进来吗？那竹竹可以吃白饭，不要吃稀饭。不要看木花百花，忘记时间了。你有好好活着吗？要稀饭跟稀饭选吧，至少可以吃麦当当。我想吃麦当当，不饿肚就不错了。竹竹可以吃自己的饭，双关屁啦 ！Hello， 小兰。妈咪，我想借你的手机。手机要干嘛？叫餐。还没想好，看有什么。猪。晚餐只有吃水梨哦，没有。我今天晚餐吃，妈咪我们吃哦，吃披萨加水梨。所以猪妈才说不可以再吃炸的。因为我已经吃披萨。那吃稀饭配呱呱，猪妈不让我吃呱呱。猪妈说她是颜值品。呱呱不在家，不在这里。呱呱不在家、哦，离家出走是不是？呱呱在家。呱呱，好想吃雪花冰哦。除了吃这些有的没，你的汤。我想吃拉面，还是我可以吃？啊，不行。可以吃啊，吃那个日式的那个、日式的那个什么豚骨拉面。对，我刚刚看到一个，可是这样我吃淀粉，我是不是又？对啊，你就是注定要肥啊，这几天吃。而且我是不是胰脏会不舒服？不能多啦，你都是要少量多餐。那我要吃什么？你就吃啊，你就少少的吃啊，不要吃太多了。看去楼下买茶叶蛋。好可怜哦，妈咪现在茶叶蛋已经不红了，你知道吗？你知道现在红的是什么吗？现在红的是海盐蛋。好，竹妈直接不理我，100分。好想要吃全锅鸡啊！好了，那我吃。还是我吃意大利面。我不是要吃淀粉。嘿嘿嘿。这个窑烤披萨看起来好好吃，可是我今天已经吃披萨，不要，不喜欢，不喜欢，最后还是决定拉面。这样不行啦，我这样子会吃太多。要吃吗？我在流口水，可能要吃哦。可不可以吃一下稀饭就好？不可以。大家可以说话了，不要紧张。给他吃了，哦，好啊。啊！
我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等一下我先静音一下。我有蛋糕可以吃了，嗯，好好吃哦。没有声音了，因为我关掉声音。现在有声音吗？炫要吃蛋糕，请去易云前面。好的，没问题。谢谢佳琪的小鸡蹦蹦，有。好，有声音就好。现在没有声音，因为我关了静音，很大声。吃相还是一如往常的难看。我喜欢吃抹茶蛋糕，哦，是超好吃，是超级好吃。我跟你们说，我今天好想，因为阿咪有一个朋友，然后呢，他就是在做饭卷。然后就很好吃，我跟你讲，真的很好吃。可是他今天做的是小鱼干，然后因为祖妈说她怕我吃了以后我的伤口，因为它是有点辣的小鱼干，然后祖妈就怕我吃了以后伤口会不舒服，所以我就不能吃，我一直不能吃，红包。27，我是小七王。你今天吃披萨，我现在也吃披萨，欸，然后我现在饿了，好饿，真的好饿。谢谢杨公公长的鼓励鼓励，嗯。谢谢红包，足足最多，脸也变太快了吧？变很快吗？还好吧。那你就赶快好啊！对啊，我就要赶快好，不然的话就是早。谢谢红包，这个眼镜感觉配上嘟嘴很可爱，把嘴巴遮住。看得出来吗？我最近都要 Y2K， 把脸也遮住。果然笨蛋会中笑笑的计，这不叫中笑笑的计，这叫什么？这叫做是因为你们说的我才相信，好不好？谢谢福福猫的告白气球，我是因为相信你们，好吗？不要乱讲，不然我相信。妈咪，你今天等等忙吗？好，这是爱我的一种表现，这是相信大家的一种表现。吃手手比较好看，衣服上的表情图案是倒着的耶，对，它是一个 happy 反过来。我讨厌你，你要相信。陶瓦哥，你这是在唱歌词吗？陶瓦哥，你有没有考虑就是以后就是
走一些作词作曲之类的道路啊，我觉得蛮适合你的，就是你很常说出一些蛮厉害的。英国研究都是才是骗，英国研究为什么才是骗 ？Happy 反过来就是 unhappy 吗？没有，是 happy 哦。怎么办？那我等一下怎么办？好，那我等一下，现在就关掉，对不起妈咪。对，我等一下到，不然我等一下到你做啊，不行。好，那我等一下关掉，就是关播。我大概可能再播个15分钟吧。几点开始啊？8:10吧。好，大家，我再播个15分钟到20分钟啊。上面那个就是骗啊，妈咪，我锁门，对不起。猪妈说休息就休息，我现在伤口很痒，超痒。你知道英国研究指出说，如果肚子饿了，嘟嘴会让你降低饥饿感吗？不可能，我现在超饿。你这个人很皮耶，这个人很皮耶，很可爱，这超可爱的。谢谢黑加仑的梦幻泡泡。等我一下哦，大家等我一下，我静一个音。我回来了，谢谢谢谢佳琪的追踪。他只会看韩剧，没有，我不会，我还会，欸，什么我吗 ？Hello， 幻影战士哦，你当偶像会看偶像动画吗？还是会看其他动画吗？我以前小时候有看啦，我以前小时候有看那个，我已经忘记它叫什么了 ，Love Life 吗？还是什么？Hello,WZI, 欢迎战士。谢谢追踪。可不可以让我 K 你投一下下去？不行。Hello, 玉婷女歌神。我以为你要说不能说出口的动漫呢，欸。什么是不能说出口的动漫呢，啊，例如为何想要当偶像啊，因为缘分。
我回来了 ，Very sorry 大家。我刚刚在跟妈咪的朋友们讲话，这样子就打声招呼，这样子。对，现在离开主播的位置了，我回来了，谢谢厚厚的红包，抽到了15。谢谢大家，从进来直播间到现在几乎都静音，哭志玲哥，志玲哥，我现在有声音了吗？原来私底下的他也是这样，原来是人妖族，你很走开了。他就是英族傻妹，英族傻妹吗？其实祖祖是个 boy， 对，我是 boy。未来的果实这首歌超好听的，我也这么觉得，大家要多听几次哦。大家要记得要帮我们刷一下哦。其实刚都听得到声音啦，真假的，他们被听到了吗？好了，23了，关了，还美，好了，念榜了吧？还美，补10分钟给你们。一秒500块，500元，你先把罚款缴清再来播。哇，好贵哦，这个猪猪掰了，有了，有声音了。你们会上 YT 看自己的舞蹈吗？当然会啊，我会看自己的表现，还要看我自己的美吗？啊，没有，看我自己的表现。我很喜欢看自己，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么漂亮的人一样。谢谢小布，但不要这么震惊的说出这句话。你不关我睡不着，哎，这个会让我想到那个新少林寺，有人看那个吗？刘德华演的那部，他不死睡不着，然后他的下一代就说他不死我睡不着，然后那个战争就像 fire 这样。对，环环相扣啊，他一次选拔都没进哦，不要一直提，我会难过呢。其实只要按一下那个主播变成静音模式的图片就会变成有，其实只要按一下那个主播在静音模式的图案就会变成有声音，什么意思？头不臭不是原子猪。陈思雅毕业，你们还会有联络吗？会，我们还一起去吃火锅。但他真的蛮忙的，能约出来的话也是蛮难的。有没有哪一个月的公演觉得自己表现是超棒的？看姐姐拍。我跟你讲，有一次的线上公演，我觉得超棒，我是世界超爱，我觉得超好看，我觉得自己超美这样。那你说你什么时候要竞选吧？我也想啊，第7单比基尼 center， 没有开玩笑的，不一定，没有开玩笑的，我都乱讲的，不要理我，不要理我。Hello， 树宝宝，主主泳装单一定会竞选吧吧，一定要吧，一定要给我一个位置吧 ，center 吧。摔倒地震的那一次吗？不是，线上也就那几次，哪个月啊？我有点忘记了。你又在比基尼，你们好像都一直在选拔、欸。我们没有一直都在选拔，但是我们有定期选拔。比基尼选拔已经有一些人一定要进啦、啊。谁呢？都要，怕什么？谁不想要 center 啊？也许有些人不想要啊，但我就是想要啊，没有啦，开玩笑的。比基尼就是想要，比基尼等77单，你都当妈了，都没有吧？什么意思 ？Hello， 推推，纯线上还是并行的？好像有一次是纯线上，那一次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对。但是对，就是要看摄影机有没有照到，就对了。对，觉得，但我有觉得有一场的并行也做得还不错。我很喜欢三创那一场，我好爱哦，灯光美，气氛佳，麦克风声音很足，这样公司不敢发比基尼啊，泳装单没机会了，嗯，小想哭，或者是面面什么东西，或者是面面，说好的泳装单选拔。选拔宣布的时候直接站起来露泳装的，没有，没有说好不好，那是你们自己说的好不好。陈宝贝开了在弹小星星，我们家宝贝怎么可以这么有才华，他真的是弹钢琴好可爱又厉害，三创真的是很优秀，这三创我就很喜欢。他的外号是扮猪吃选拔，那明明就是你自己取的，才不是我的外号嘞。没有，你们这些乱讲话的人嘴巴都会缝起来。泳装的三创真的很棒啦，也没有泳装的三创啦，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自己不知道的活动？谢谢志玲哥的神灯小辣椒，谢谢志玲哥。
但当初听到你说这个 idea 整个龙心大悦，哪一个？你说在选拔的时候直接大脱衣变泳装吗？疯子吗？建议公司再去三创，我也觉得我好喜欢哦。你那时候明明就很开心，我觉得很有趣。对，但是就是你知道吗？那个理智线回来的时候，就忽然间想说，我有病。说好的计划呢？三创那场真的很精彩，我很喜欢三创的那个。Hello， 幻影战士，嘉贤会聊天呢。我说三创那场很棒，你就说三创那场很棒，真棒。我也觉得三创那场很好。我很喜欢三创，我觉得三创真的是大家看起来都很美，又好听。你敢这样讲，就只有你有可能里面穿比基尼，然后台上脱掉啊。一抢起泳装这个就很开心。我哪有，那色鬼，干脆把根据地换成三创好了。我们能不能说服成功呢？公布泳装单，选拔原子族站起来，直接外衣脱掉，露出里面的泳装，震慑。啊，那会不会如果有可能，我位置比较前面，就一脱，然后位置就变最后一号的？有你的每一场都很棒，全场，全场什么意思？祖祖最想看到谁的泳装？我就说晨晨啊，所以要扣死庸子了吗？没有。你就色胚，每次都办三创，花岗会破产。之前没踩桐木灯箱说的计划呢，哇，跟你一直不断延期，不断的延期。你把舞练手应该有排第二排吧？我希望可以，好吧，我们加油。没有，我就是泳装的话，我就是要冲 center 啊，我不管。你不要残害国家幼苗好吗？我没有残害，有。对不起，请说。哦，好，那等我一下哦。正哲是不是？是念哲吗？这不是正哲。OK， 好，泳装要看也要看小雨吧。FBI， 你等等，你说的都是选拔歌。快帮竹马拿好，你唱了那几首吗？呜吼吼吼有唱吗？呜吼吼是什么？呜吼呜吼吼有唱吗？呜吼呜吼吼我的公演有唱。祖祖不要泳装，不够有料，请找。推推你好过分哦！所以之前晨晨的照片呢？没有，你要报警是不是？恋爱幸运饼干有唱吗？恋爱幸运饼干我在表演有唱，我在表演唱很多歌。祖祖会跳游泳之前了吗？会，我也会唱了，好不好 ？Hello 弘毅 ，Hello 秀仪宝宝 ，Hello 俊生 ，Hello 建成。我只知道祖祖是好运来的 C 位啊，这个也是肯定的吧？这个300%一定是没事，祖祖挤一挤。好要不用好不好？反正有，终于有人说良心话了，拍手。你说好运来 C 位吗？我也觉得，谢谢你的认同。没有，我只怕你身体还没有很健康，穿泳装会着凉。哦，谢谢推推，你好贴心啊。阿布玛利亚有认识吗？你说阿布桑吗？阿贝桑吗？阿贝桑。我知道是我们的前辈，但我还不认识你。我认识他，但他可能不认识我。你穿白色衣服真的很好看。对啊，我也觉得。你看我穿白色衣服，脸色看起来好棒啊！出好运来聚买哦，不行，不是好运来 C 位，是。好了，我差不多要念棒棒了啦，大家。看到祖祖我会报警，是报警啦。OK， 好。所以说才说半主持选拔平常很强，一到正选的时候就失常。我也没有失常，好不好？我都做得很好，好不好？你好运来什么位关我屁事？我也认识祖祖，但祖祖不认识我啊！辛苦了，辛苦了，不会，大家也辛苦了。好了，我来念榜榜喽。第十五名 ，mini， 谢谢 mini 的宝宝，应该是吧？第十四名 ，only， 第十三名 ，rock， 第十二名，代班。
第十一名志伟哥，第十名弟弟，第九名吉米周周，谢谢吉米周周。第八名钟莹，谢谢钟莹。第七名博成，谢谢博成。第六名这是谁？志林哥，谢谢志林哥。第五名黑嘉伦，谢谢黑嘉伦。第四名阿北，谢谢阿北。以上谢谢宝宝们。第三名福福猫，拍手，谢谢福福猫，谢谢宝宝。第二名嘎嘎比，谢谢嘎嘎比。第一名 H， 哦，谢谢吼吼，谢谢吼吼今天的烟花，而且今天还开灯了，好开心哦。糟糕，我先说我不要第一名福利，差一点，差一点，我知道你不要，我知道你不要。谢谢建成的红玫瑰，谢谢志玲哥，谢谢大家。谢谢猪猪，谢谢大家，谢谢宝宝们今天来陪我聊天。然后最近这段时间，我会尽量努力的维持我的脑袋的那个清晰的时间长的，好不好？最近会啊，忘记福利了，什么忘记福利了？谁是你宝宝？大家都是我宝宝，辛苦了哟，大家也辛苦了。很难呐、啊，很难，先维持健康吗？很难吗？我觉得还好吧。林音真的很厉害耶，三首歌都是 C 位，真的真的很厉害。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去关注他哟。关播吧，希望休假完会好好的。我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哦，抽最后一包红包，关播，谢谢大家。呜呼呼呼呼呼，谢谢大家。可恶，我以为我是手气王，结果没想到是赌徒，竟然被赌徒抢走。继续去看橘色恶魔，橘色恶魔是什么？期待我的公演哦。好的哟，我们公演的时候再面对面见面。主主也是好运来 C 位，对，林浪花免费仔有福利吗？有什么福利？都打三剂疫苗了吗？打了，哇，这个把我身家都给问了，佳琪。然后伸手 ING， 我应该要做什么吗？伸手。大家知道最近很红的这个拍照姿势，大家最近都在拍这个。竹竹不知道橘色恶魔，我不知道橘色恶魔是什么，你们等一下传给我看，好吧？你第三季要重打，不要，不要，是我伸手 ing 啦，不要，不要重打。那个很短欸，什么东西很短，可以打第四季了，好恐怖，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好，我要先关掉了，大家拜拜。就是日本橘色哦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那个乐队，我那个乐队，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高端日本不承认。我只知道少女时代的 hook， 可以，没关系，可以。我知道早安午安晚安的 hook。晚安，拜拜，大家拜拜，拜拜。高端几乎所有国家都不承认吧？嗯，好像是。可是，对，拜拜，大家拜拜。好，早点休息。哎呦，有什么东西掉了？大家拜拜，晚安 ，Love you guys， 拜。